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胚部哈，按照这个的宽度，这边把它折起来，这边折双，然后折双的地方排起来，上面5公分，然后这边10公分，好，然后前片抽细折，后片抽细折跟腰带嘛，这边都要折双嘛，所以这边排好之后，翻过来到这边，这样我们的总长度就够了。这样，所以长度要切到这，哦，把这边切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裁布哈，裁布要留缝缝哈。这个腰围的地方，腰围的地方1公分，斜边缝缝1.5，下摆留3公分，后片也是一样。好，那这三个剪接线的地方外框都留1公分，哦，1公分。上下斜边这边都留。好，折双的地方不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把纸型4个角落，哦，别上丝针。哦，跟胚部别在一起。那因为你们的纸型比较大张，所以你们中间可能要这边都要别，哦，把4个角落别起来。好，别好之后我们再来画。好，那你这边边边就沿着这个边边画1公分，这边画 1.5， 这边画3公分。那旁边这里把纸型的外框也都把它描起来。哦，纸型的外框也都把它描起来。那每一个都把它画好，我们等一下再来剪。好，纸型的外框这样子嘛。好，把它描好，描好之后，底下3公分，好，你就这样，用你的尺，3公分，这样把它画起来。好，就你的尺3公分对齐这个纸型的边边，这样子把它画起来。那旁边 1.5， 上面1。好，那你把胚部缝份都画好。这个外框、哦，都把它描好。那这边呢，因为上下都是一公分，所以比如说13你就画15 15，然后5公分这边就画直接画7，这样画一长条。所以这个就是胚部的排版方法，然后画缝缝的方法。好，画好缝缝之后我们就把它剪下来，沿着这个缝缝的边边，手要压住纸型，把它剪下来。好，那这边再把它剪下来。好，布剪下来之后啊，哈，因为前后片长得很像哈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前片的这个角角的地方画一下3条斜线，好，表示这个是前片。那这一个也是前片嘛，所以你在这边也画3条斜线，好，表示前片。那后片就不要做记号，你就会知道是后片。好，那纸型把它打开。好，所以前片这样，那等一下我们抽细折把它抽回来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把斜边缝起来哈。那我们就是穿，把线穿过去之后是两条线。好，那你们再看一次我打结的方法哈。那你自己会也 OK。好，那我是
左手拿针哈，把这个放在上面，然后往后绕，绕三次，然后把它拉下来，有吗？这样结就打好。那后面这个太长，就把它剪掉。好，这就是打结的方法。好，前后片就是正面对正面，好，对下来，然后前后这边要对齐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个缝缝的这个位置扎进去。好，这个是第一，第二你就是退后，大概0.3到0.4，然后串出来，然后再沿着这个一二嘛串出来，然后沿着这个边边再扎下去。好。然后你就再前进0.4左右，这样把线拉出来。好，然后再沿着这个过来，再往下扎，再往前进。这样你的车缝线就大概都是0.4。好，这边缝完之后，再把这边也缝起来。好，两个斜边前后都缝好之后，把腰带拿出来，腰带的地方后中心这边也把它回针缝缝起来。好，正面对正面哈，所以这两个对好，后中心对齐这个剪接线的位置。那你用丝针先把它别起来，整圈都先用丝针别起来。好，正面哦，哈，正面对正面，正面对正面，别一个圈圈，然后一样开始回针缝。好，然后整圈，好，上面这边都要对齐。然后缝缝，缝缝把它烫开，好，烫开。然后前中心跟腰带的前中心也要对到，好。然后这一圈沿着1公分回针缝，把它缝起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做剪接片，好，剪接片的地方，那一样把前后，好，正面对正面，前后这边把它缝起来，好，左右两边。都要缝，缝好之后，哦，缝好之后，上下这里折0.5，再折0.5，好，你可以用丝针把它固定住，好，用丝针固定住，然后这边一样用回针缝，缝一整圈，上下把它缝好，好，上下把它缝好。今天的回家功课就做到这边，剩下那个。腰围的松紧带跟这个跟它接在一起，这样我们就下礼拜再做。好，大家裙子的腰带都缝好了吗？这样把它缝好。好，缝好之后呢，腰带这边往内折1公分，然后再折到这个车缝线的边边。好，用丝针固定一下。好，用丝针固定一圈。像这样，好，从正面，从这边把它缝起来，缝起来。好，别完这一圈腰带之后，好，把针从后面翻到正面来。沿着这个线的边边把它缝起来，一样回针缝。
沿着这个边边后面这样缝起来。好，最后的地方大概七公分这一段不要缝，到时候还要穿松紧带进去。好，好，车衣整圈腰带这里留五到七公分不要车，然后你们的松紧带是这种的，就从这个腰带穿进去，穿一圈，穿一圈之后，腰带的长度量你自己的腰围，扣掉十公分，最后的时候就这样平的，然后把这里缝起来，这样就完成了。那下摆的地方，把下摆这边也把它折三折，把它折缝起来。好，粗细折剪接片上下缝好之后，从上面算下来 1.5 公分，然后用平针缝，平针缝就是上下各 0.3， 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。好，缝完一整圈之后，我们这样拉，它就会变成抽皱。好，这样抽完之后，好，跟你的裙摆，裙摆，好，然后再跟裙摆这里缝在一起，这样就完成了这件裙子。好，全部缝完之后，我们来看看这件抽细折的裙子，腰带松紧，下摆抽波浪，是不是很可爱呀？好，那老师的课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